地理中国即将播出。诺敏和是一位中国蒙古族的航拍摄影师，他能够做到在空中左手驾驶飞机，右手使用相机拍摄。自2006年以来，诺敏和几乎飞遍了家乡的大江南北，带回了许多常人无法看到的美景。至今他仍记得一次难忘的飞行拍摄经历。那是一次穿越阴山的飞行拍摄，诺敏和发现，在阴山纵横的沟谷内，存有许多长形、方形、圆形、菱形以及三角形的几何图案。这些大地之上的特殊景观，有的排列整齐，有的靠近河流，还有的如同印花图腾一般。这个东西啊，这说起来就更有意思了啊！你看啊。咱们那是，我这个是2008年拍的，飞着飞着我突然发现它了。你说它是古建筑，你有什么依据说它是古建筑？那北边那个边特别长，南边那个边特别窄，20公里。这次偶然的飞行发现使诺敏和感到既兴奋又好奇。画面中的这些神秘图案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镶嵌在内蒙古高原广袤的大地上呢？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啊，大家看到的这几张照片啊，是不是与麦田怪圈有几分相似？看来啊，要想破解这些神秘几何图案的谜团，还真要实地考察一番。根据这位摄影师提供的位置线索，地理中国摄制组呢来到了神秘图案所在的地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的古城镇。这一走近观察，队员们证实了诺敏和的猜测，这些大地之上的图案其实是一片庞大的古城遗址。这里的古城呢，虽然几经风雨显得有些破败，但是仔细查看就能够发现，在它外城墙的内部还分布着一些内城墙的断壁残垣。通过进一步的考察，专家发现，这些城墙并不是在同一时期建造的。这说明，在不同朝代，这些城池在原有规模上不断被翻新扩大。由此可见，这处古城在历史上曾经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通过查阅资料与多方考证，专家确定，眼前的这片残垣断壁，正是战国时期由赵国所建的云中城。一片荒凉之地，为何要建造这么一座高规格的古代城池呢？云中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又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呢？为了找到这其中的缘由，专家呢给摄制组展示了这么一张图，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标注了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是它
区分出了中国北方的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也是它扮演着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分界线的重要角色。而摄制组所考察的云中城啊，恰好位于这条分界线之上。正因如此，云中城所在的托克托地区呢，历史上拥有着极为重要的军事地位。而在托克托地区呢，以北的广袤区域便是一望无际的内蒙古高原了。这片地区啊，曾经孕育了悠久灿烂的草原文明，直到今天依然是我国极为重要的牧区。那么，以寒冷干旱著称的内蒙古高原是如何形成了大面积的湖泊与草原呢？在这片苍茫的北境之地，还隐藏着哪些神奇瑰丽的自然景象呢？这里是我国第二大高原，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这里拥有我国最大的草原，最大的牧区。在这里，草原、湖泊交相辉映，沙地、戈壁点缀其间。这些景观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内蒙古高原地处内陆腹地，干旱、缺水与寒冷的气候，使得这里多数地区的植被略显单调。内蒙古高原总面积约34万平方千米，其中约80%的区域为草原。在我国四大高原中，内蒙古高原的地形最为平坦。那么，这片一望无垠的开阔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么一片干旱寒冷的地区，为何会出现大面积的湖泊与草地呢？为了解开其中的疑问，地理中国摄制组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考察的第一站是位于乌兰察布的察哈尔右翼后旗。摄制组抵达的时候，正好是7、8月份牧草最旺盛的时节。蒙古族最隆重的节日那达慕正在举办当中。曾经以狩猎和游牧为主的蒙古族先民，多居住在拆装容易、搬迁便捷的蒙古包里。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蒙古族人，对马的依恋仍然没有减退。被称为“男儿三义”的赛马、摔跤、射箭，通常都会在那达慕盛会上充分展示。而这些技能的培养，蒙古族人从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蒙古族有马背民族之称。草原上的牧民，人人骑马，人人爱马。马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更像是一种精神图腾。天苍苍，夜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天然草场，正是这些骏马和牛羊赖以生存的家园。那么，在干旱寒冷的内蒙古高原，这些牧草该如何成长呢？考察组首先对这里的草原进行考察。专家发现，这片草原生长的大部分是耐旱的草原植被。这些植物不奢求太多的水分，为了适应干旱的环境，一般都具有叶片面积小、叶片内卷、
保护组织发达等特征。而为了等到短暂的生长季，棉刺等植物则学会了假死，直到温暖多雨时方才复苏。内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在平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情况下，却拥有大面积的草原，水源至关重要。考察组发现，在这片高原，面积10平方千米以下，被当地人称为海子的小型湖泊，数以千计地点缀在内蒙古高原上。正是这些海子滋润着草原，使得这片土地生机勃勃。那么在降水稀少的内蒙古高原，这大大小小的湖泊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为了详细调查内蒙古高原湖泊的情况，考察组来到这片高原上湖泊最为集中的地区巴彦淖尔市。巴彦淖尔，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湖泊，这里海子众多，尤其五原县面积达2000平方米以上的海子多达170余个。通过查阅地图，专家发现，在巴彦淖尔，大大小小的海子大多集中在阴山南部，而它们的西南部是一片面积约10000平方千米的沙漠。那么这些海子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们又为何会存在于沙漠边缘呢？带领考察的向导说啊，这片沙漠名为乌兰布和，意思为红色公牛。乌兰布和沙漠呢，是中国八大沙漠当中啊面积最小的沙漠，降水稀少。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干旱的区域，却与内蒙古高原湖泊最集中的地区相邻。那么这个沙漠有何特别之处呢？它与巴彦淖尔湖泊的形成又有何关联呢？进入苍茫粗犷的乌兰布和沙漠，车队犹如抛入大海浪涛的小舟，沿着绵延沙丘边沿上下翻腾。深入沙漠后不久，一只形单影只的骆驼突然出现在前方。向导从他脖子上系的驼绳判断，这一定是沙漠牧民家出来觅食的家养骆驼。它在这儿吃了这一丛草，这些都已经被它吃掉，这是它吃掉然后掉下来的叶子。非常冷，是骆驼喜欢吃的食物。在广袤的沙漠腹地，竟然生长着带有嫩芽的植物，这样的现象十分罕见。在沙漠中又行进了10几分钟后，考察组找到了骆驼的主人孤立子。咱们这个水是地下的那个水是吧？哎，对。是去打的还是用什么打的？这是过去我们人工挖的，就是拿锹一锹一锹挖出来的。一般挖几米就有水了？浅一点的也得个5-6米，说深一点的还有7-8米，10米以上的。乌力吉说，之所以能找到沙漠里隐藏的水源，靠的是一棵不死神树。据说过去穿越沙海的牧民偶然发现沙漠里有棵不死神树，而神树附近凡有植被葱郁之地就能寻觅到水源。那么眼前这茫茫沙海中，神树和水源藏身何处呢？按照乌力吉的指引，考察组继续往北行进数千米，来到沙漠里一片布满沙粒的盐碱地。
向导告诉我们，这就是不死神树。这个地方就是泉眼，水是从这儿冒出来的。水从这儿冒出来。啊，哎，我真的看见了，然后确实是有水，然后一直往那边流。对对对，是。这个水可以喝吗？可以喝，可以喝，纯天然的矿泉水。在榆树林环抱中，一股清泉从老榆树的根部汩汩冒出，汇流到近处的小湖泊。这样的现象启发了船家，他告诉队员，这片沙漠之所以能够有清泉冒出，还能够生长带有嫩叶的植物，也许与沙漠下面有浅层的地下水有关。为了验证专家的推测，队员们在一片沙地中向下挖掘。有了，有了，有了，出水了！这一下已经有水了。哎，这个脚上都上出水来了。你看，哎，小黄再掏一下，再来一下。你把下边的水那个沙子清理干净，水就上来了。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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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有了，这有多深，杨总？这个有七八十公分吧？七八十，对，差不多。有那四五，有那四五。果然，乌兰布和沙漠埋藏着丰沛的地下水资源。那么，这些地下水是从何而来的呢？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专家给出了答案：黄河自青藏高原开始一路流淌，在到达内蒙古高原后，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形成了平原漫流的景观。有一部分河水流进了干旱的乌兰布河沙漠，造就了这片沙漠蕴含丰富地下水资源的情况。也有一部分河水漫流在草原中，形成了数量众多的湖泊。专家介绍，内蒙古高原上海子众多，它们的成因大致可以归结为构造湖、熔岩湖、合成湖与封城湖，而这些湖泊的水源补给大多都与流淌在这片高原上的河流有关。而就在巴彦淖尔众多的湖泊中，有一个湖泊极为特殊，当地人将它称为玛瑙湖，因为湖泊中流淌的不是湖水，而是不计其数的玛瑙。这样的说法引起了专家的好奇，玛瑙湖中真的玛瑙遍地吗？玛瑙湖位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的巴音戈壁苏木的西北部沙漠中，那里地处沙漠腹地，沿途没有道路。尽管同行的向导在多年前去过玛瑙湖，但是这一次能否在沙漠中找到玛瑙湖，他也不敢保证。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颠簸行进，考察组来到一片坑洼不平的戈壁，车辆无法进入，队员们只好改为徒步行进。当时我们这已经走了三四个小时了。哎，前面那个是吗？是，感觉有点像那个湖水啊。嗯，哦，对，那应该不远了。不远了，能看见了。即将抵达传说中的玛瑙湖，队员们都十分兴奋，大家加快了行进的步伐。十几分钟后，传说中的玛瑙湖出现在众人眼前。放眼望去，只见戈壁之上遍布浅黄淡红，大者如拳，小者似豆，晶莹透亮，光彩夺目的玛瑙石头，在夕阳的映照下更加色彩艳丽。这大量的玛瑙从何而来？为何玛瑙湖中没有水呢？向导告诉我们说，这已经进入玛瑙湖的核心区了。刚才我们在远处看呢，应该还说有那种波光粼粼那种湖的感觉，但是我们来了这儿之后呢，发现一片干涸，没有一滴水，这究竟为什么呢？通过对玛瑙的观察，专家发现这里大部分的玛瑙表面光滑圆润，明显有水磨的痕迹。据此专家推测，
玛瑙湖中曾经应该有水。随后，在一片有灰白色岩石出露地表的区域，专家找到了水流的证据。我们现在可能是没水了，但是在这个白垩纪的晚期，应该是有水的，因为它应该是一个湖泊，有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过来啊，应该是现在呈现的有白垩纪晚期的一些遗迹、泥岩，和页岩，这个是湖泊像典型的沉积物，过去是有水的。依据湖中的沉积物，专家推测，在1亿年前，这里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湖泊，后来。由于气候变迁，降水变少，湖水最终干涸。而人们之所以把这里称之为湖，或许是因为这里遍布晶莹剔透的玛瑙，远远观望，形似波光粼粼的湖水，所以起名玛瑙湖。那么，湖中这么多的玛瑙又是从何而来呢？专家进一步介绍。湖中的玛瑙石来自于10000年前的火山运动。由于地壳运动，火山爆发，炽热的玄武岩浆迅速冲出地面，遇冷形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气泡。岩浆形成岩石后，气泡则形成空洞。岩浆受压力的影响，顺岩石裂隙填满空洞。随着岩浆的冷却，形成二氧化硅晶体。经几亿年的沉淀及与含铁、锰、钴等矿物质的综合反应，就形成了五颜六色的玛瑙。因此，玛瑙湖与火山运动密切相关。那么，这一带为何会出现大量火山喷发的产物？难道周围存在火山遗迹吗？就在考察队多方打听有关火山的消息的时候，向导给出了一条极为关键的线索。在锡林郭勒大草原中呢，有一座外形好似炉灶的这样一个大山，当地人啊将这座山称为是炼丹炉。据说啊，玛瑙湖中的这个玛瑙啊，就是从炼丹炉里喷发出来的。那么炼丹炉与玛瑙湖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根据向导的指引，考察组驱车找到了位于锡林郭勒草原的炼丹炉。随行的专家在远距离观察后告诉队员们，所谓的炼丹炉很可能是一座外形保存极为完整的火山。火山的出现让专家十分兴奋，他决定带领队员们去到山顶探查一番。可是要想爬上这座看起来并不陡峭的山，却没那么容易。我现在呢，是要爬到火山顶上去。这座火山是火山群里面保存最完整，也是海拔最高的一座火山。它远看呢，坡度非常的平缓，但是爬起来很费劲。为什么呢？因为在路上有很多这种火山石，滚圆滚圆的，踩在上面特别容易踩滑。当考察组爬上山顶，眼前立马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景致。这处圆形的深坑，形如一口大锅。正因如此，当地人很形象地称它为炼丹炉。这个火山口的直径大约有150米，顶端的缓坡一直延伸到底部，这个距离大概有30多米，坡度在20度左右。专家说，判定一座山是否是火山，除了从火山渣、火山弹、火山极块岩等线索来分辨，山体的外观形状也非常重要。而这座火山，火山锥完整，火山口依稀可见，专家确认这是一座保存完好、没有遭受太多自然剥蚀的火山。进一步查阅资料后，专家发现，在整个内蒙古高原，像这样规模的火山群大约有4处。大量的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貌景观和矿产资源。
而内蒙古高原今日之景象也与这些火山群的存在密切相关。蒙古高原曾经叫第三季的时候有强烈的火山活动，有大量的玄武岩喷出来，有大量的玄武岩，这是大体积的，就是说我们也叫做什么这种蒙古高原的这所来源主要由这种玄武岩构成的。专家告诉队员们，内蒙古高原是蒙古高原的一部分。作为我国第二大高原的内蒙古高原，它的形成与火山喷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0000年前的地质运动使得内蒙古高原得到抬升，随后大规模的熔岩喷发填充了大量低洼地带，覆盖了大片丘陵，形成熔岩台地，使得内蒙古高原地形平坦。在这之后，这片大地的整个地块又经历了地壳抬升，形成平缓的丘陵和宽浅的盆地，内蒙古高原由此诞生。平坦的地形与寒冷的气候使得这里生长了大面积耐旱的牧草，而熔岩台地风化的土壤，矿物质含量高，促进了高原牧草的生长。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驱赶着牛羊四季放牧，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极具特色的游牧生活方式和草原文化。它也成为了中华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内蒙古高原呢，从东至西也有着不同的神奇与瑰丽。位于高原最东端的大兴安岭，丰富的森林资源不仅使内蒙古自治区成为我国森林总面积较大的省区，同时呢，也孕育了古老神秘的狩猎文明。到了高原西部的阿拉善地区，干旱少雨的气候使得这里曾经是被风沙所侵袭的地方，如今呢，这里已经变成了中国重要的防风治沙的前沿阵地。而在中部的锡林郭勒，专程来草原欣赏火山和湖泊的游客在月下燃起了熊熊篝火，夜空中烟花绚烂，篝火旁人们载歌载舞，尽情感受着火山草原带给人们的无穷魅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